据香港媒体报道，赌王斯泰梁安琪的儿子何猷君事业有成，去年更完成了人生的三个重要事项，包括求婚、结婚及做人父。他与太太奚梦瑶去年十月喜得贵子，儿子取名何广深，成为赌王首名男孙。上月刚25岁生日的何猷君近日首次置业做业主。据土地注册处资料显示，南区一幢单号洋房以5亿港币一手，买家为何猷君。该房使用面积3836尺。有网友调侃道：“现实版母凭子贵。”咪咕娱乐整理报道。